齐豫演唱的歌曲《橄榄树》超过30年家喻户晓，抚慰异乡寻梦游子的心，更是要献给慈济北加州分会成立30周年的祝福。对于这个慈济人来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橄榄树最好的象征。你们不但追求你们自己心中的理想来到了异乡，可是你们还、把自己成为了那棵橄榄树，发光发亮，让橄榄树成为一棵大树，可以让人乘凉。民族音乐学博士洪冲慧家乡在夏威夷，用演奏回馈那份及时的援助。 Just a few months ago we had a fire. Your love、and also your money help us to go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 北加州慈济志工举办慈善音乐会，母行母爱援助灾区。慈济家庭长大的叶雨桐在音乐学院攻读硕士，特地来共襄盛举，与长辈叙旧也做好事。以前都是看很多师姑师伯做很多事情，然后就小时候就跟来跟去嘛，那现在自己可以演出，觉得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场外还有社区课程、手工艺品的成果义卖，支持灾难中受苦的人一起走过生命的寒冬。现在灾难很多，那应该要把这个爱心跟款项捐到一个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物资给这个受灾户的一个机构，所以这是我们选择乐捐到慈济这里来的原因。大爱新闻侦探美志工张尚斌、黄少平、张金宝美国报道。